啡节，据说里面有很多厉害的咖啡厅。对，从北京也有来一些厉害的咖啡厅，超期待。跟港澳啊，好像还有台湾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就会进去帮大家看一下。Let's go， 没有默契，没有默契，没关系。到居然能在上海独立咖啡节，就是遇到我在香港的咖啡厅最爱 MOC。之所以爱他们，就是不只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咖啡呢无敌霹雳大爆厉害，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他们的 Instagram。老板本人是大帅哥之外呢，他们的 Instagram 照片也都超级精彩的。他们咖啡超好喝，一杯冰拿铁就是夏天最棒的享受，耶、yeah!心得与感想呢，就是很丰盛的一个咖啡之旅，喝了超多的咖啡，而且都是精挑细选的。对，而且真的是来自就是很多地方，有台湾，然后有香港 ，Which is my favorite， 因为老板真的太帅了。真的，大家一定要去追踪他们的 Instagram 的 MOC， 也要追踪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and everything。然后呢，对，反正就是我现在在上海开始的新生活。对，所以就期待更多分享喽。没错，耶、yeah!。